有 Mason 之称，34岁嘅白云，2016年同拍拖5年嘅前港男江俊霖拉埋天窗。不过佢婚后就未肯安坐豪宅做少奶奶，依然故我，坚持行性感路线。近年上载社交网嘅性感照，尺度越嚟越大胆添。有指阿老爷同奶奶咧就不满新抱过分裸露，夫妻因而出现意见分歧，令白云觉得同老公难再相处落去。据知两个人嘅婚姻已经系前年响起警号，盛传两个人已经喺去年离婚添。但就一直将婚变嘅事低调处理。离婚之后，阿白云继续恐着开屏啊，仲被本行拍到肆无忌惮外出夜蒲，打扮到花枝招展咁样现身中环嘅夜场添，同同行嘅异性玩到癫晒，可以见到个生活精彩，完全不受寂寞啊！据知江俊霖家底不俗，家族喺美孚拥有多个铺位作投资及自用，另外手持两间九龙塘豪宅，坐拥市值过2亿元嘅物业。如果婚变传言属实，白云就会断送唔少港女梦寐以求嘅亿元阔太之名。Yeah.